望谟县的兴屯村，位于贵阳西南250多公里。这里四周古树环绕，群山朝贡，良田阡陌，是一个充满布宜风情的原始自然村寨。在这里世代居住的布依族能歌善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了自己璀璨独特的布依族民族音乐，在中国民族文化意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默默耕耘的劳动者发出的声音往往不同凡响，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歌声里，这是回归本源的一种演唱。简单质朴的声音无需技巧，瞬间就能感染到你。布依族依山傍水而居，沿承着男耕女织的劳作方式，勤劳善良是他们的民族特质。太不容易了，是不容易。布依族服饰颜色多为青蓝色，底上配以多色的花纹，有红、黄、蓝、白色等，既庄重大方又新颖别致。一朵盛开的牡丹，亦或是一条活灵活现的鲤鱼，从服饰中就可以看到他们淳朴善良、温和热情的民族性格特征。这些歌者都是往年各界歌赛选出的优胜者，被称为歌王、歌师。这是一首丰收歌，充满了一种由内而外的喜悦，属于布依民歌中的大调。音域一般只有5度，演唱时常用滑音、拨音，而且歌声一字一颤，很有特点。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假如说你要用普通话能唱吗？我们歌对呀歌有啊嘞，你看很好听啊。就是我的，你看我刚才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将来我觉得这些你们本民族的歌是要需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传承去扩大。如果不这样的话，可能慢慢这个民歌真的是越来越消亡了。就对，那么怎么才能够走出去呢？如果我们一直是在用本民族的语言的话，它就范围越来越小。可是你看你刚才如果你这样唱的话，我也可以唱，对，他也可以唱，对吧？年轻人的思维是新鲜的，他们用当下人们能够接受的一种形式来诠释本民族的这些文化，他们投身到民歌创作改编中，传承的同时注入了新的时代血液。有了这样的接班人，我们的民歌艺术肯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